有关台湾土地永续发展、韩国土地利用的全国国土计划法，去年新一的行政院公布实施过后，全国18的需要公布国土计划草案的样式已经有16个正式公布的。不过民间团体表示啥发现，为了维持粮食自给率40%的目标，希望保留74万到81万公顷的农业用地。不过三年过后，农地啥还唔啦，释放公顷较佳，对呀。民间需求回应，各样些草案或者个脚本各相关部委审议核天。农地红起年年为众公众，唔但将民众见怪见，咪是草新加起污染田区也系公安之外。为了建立全台土地利用嘅情形，行政院头去年新年公布实施全国国土计划法，咪有个人事去做分期规划。不过看不团体头进前一款个人事嘅草案才发现，中央估算要保留74到81万公顷嘅农地，加起来可能存留10万公顷呢。它不单单只是让台湾的农业发生了危险，它也会让台湾的农业的产业的发展发生很剧烈的危险。更重要的事情，如果地方政府要去做这种无谓的开发，看起来完全是违反基本的产业发展可以的量体的开发，它也会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危险。10万农地被消失。环保团体讲，国营系统的白国土计划草案度，同80%设计都市计划农业区，综合打造都市发展用地，当多个农地打造超出商业区的地，全台计划收配84000万公顷的土地，批评国营市政府还能用旧的想法，同农地的家私操作进来更多，不合理的一个规划，然后所带动的啊这样的一个土地炒作。乃至于造成我们那边的农地的价格高涨。现在我们务农的人，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我们这种中生代的，根本想都不用去想说我们能够自己去买自己的农地。听到农民的心声，负责全国国土计划法的主管单位廖金浦已经出海回京，固然是要全力来拼未来的开发方向。台湾的土地没唔会一下就磨平，听说为做实际的发展需求去规划。所以在我们的全国计划里面有特别强调了，县市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考虑到分这个计划的需求。如果没有这样迫切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画在一个计划的蓝图，是未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每5年就可以去通盘检讨，你那时候再去做检讨。证监处讲，了后会同行政院农委会来到相关部会，就国土计划政策指导，审查一款个人式嘅计划，来辅导产业同环境嘅平衡。刚刚新闻网记者刘义平同报道。